不能用，对，来下来。啊，我的文件不见了！哎，我的文件不见了。哎，那个我跟你上面吵架。刚刚那个冠城提的哈，孟德的实验呢，在课本上大概说明一下它的过程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自发受精的主要功能是做什么？来，冠城你讲一下，它自发是通用品种嘛，来把它纯化，先把它纯化。纯化成就是大 T 大 T 跟小 T 小 T 的一个组合，对，现在上课，对，好，然后再做交配啊，再做杂交的实验，杂交的过程，因为他没有准备好。不是他还是要皮啊？他没有准备好，等一下。我把基因跟遗传的部分先空过去哈，到后面再给那个陈瑞讲。哎。那个，我们看一下学习单啊，学习单第六页。我要找一下资料，我等一下。你要讲什么？遗传啊，我做到了。遗传基因，其实我们上礼拜在讲那个第一章生殖的时候讲了一些哈。那在你可以看到第41页，啊，41页，它本来同源染色体啊，它是一对一对存在的。高成宇在干嘛？我在找资料。不用找资料，现在不是上课找资料，把电脑合起来。把电脑合起来，对，把电脑合起来。啊。等一下，我加到什么？那个，我请你们准备东西哦，是希望你们利用时间准备，利用这个类似作业一样准备，啊、那不是在上课时间准备哈，上课时间不能准备，上课时间是讨论跟那个发表哈，跟提问题还有解答问题，那你们回去下礼拜那个陈瑞再把基因跟遗传再讲一遍哈。下礼拜不是放假吗？还是下一次，那琼安的话负责是人类的遗传，好，绿竹负责的是突变的部分，然后秉性负责的是生物科技的应用，然后子怡就是第三章的第一小单元，我们看一下第一，讲那个学习单的第八页啊，第八页演化哈，演化的第一小节叫做持续改变的生命。啊，那部分子怡帮忙一下哈，子怡讲。第八页。不是学习单的第八页，学习单的第八页。3:1啊，就是3:1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啊，所以下礼拜呢？下礼拜麻烦。不知道是3:1吗？3:1啊。3:1。所以下礼拜麻烦陈瑞准备一下。对，下一次上课，因为我们其实这学期哈，礼拜的课缺蛮多的哈，礼拜的课总共缺3次。为什么这个？总共第一天我们开学是吗？哎。你不要认为达尔文的讲法还是拉。孟德尔跟达尔文的。克拉马克跟达尔文。啊，那克拉马克那个是一个是用进废堆，跟一个是。不是克拉马克，是拉马克。啊，拉马克，拉马克讲那个。一个拉马克讲是用进废堆嘛，然后达尔文讲的是物竞天择嘛，你们知道这差异吗？不知道，这是演化的部分了，我们要先讲了吗？要先讲吗？这个是我们等。我要听突变啊。听突变。我要听生物。突变啦。生物科技啦。好 ，OK。我们先看一下学习单好了。那个，其实我觉得两个现在目前来讲都有点相似，都有出现过。像简单的讲，拉马克讲是用进废堆的意思说，譬如说我努力的练习健身，我长了一堆肌肉。现在我的小孩就有肌肉吗？出生的时候就有肌肉吗？不一定吧。是会还是不会还是不一定？不一定的意思是说，完全不会。假设我把我的手打断了。然后我生出来小孩就没有手吗？我如果常常把头发剪短，用进废堆嘛，常常剪短，所以我小孩长出来就没有头发吗？不会。不会哈，所以这是在反对拉马克的说法。反对他的说法说，因为他用进废堆，意思说，因为长颈鹿常常吃很高的树叶，所以它把脖子伸长，努力伸长。它把脖子伸长之后，它的小孩是很不会去伸长的。错。错哈、哦，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错。不
达尔文的说法是说这是错的，因为它是物竞天择的结果，实际上吃不到就死光了，所以自然留下来就是活长活着的基因比较多嘛。可是实际上现在有一个说法啊、你知道吗？很多鸡现在已经不会孵蛋了，分成鸡不会孵蛋。被养成不用孵蛋了。对，它被养成不用孵蛋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不孵蛋跟我小孩什么事啊？我小孩应该会孵蛋了，不是天生会孵蛋吗？是天生的。我现在是人强迫他们孵蛋嘛。可是他既然把这东西传给他下一代了，所以现在很多鸡你把它放在野外，它不会孵蛋了，它蛋下了它就跑掉了，它不会孵蛋了。就放生小孩。他不是放心的，他不知道要孵蛋了、这个已经进到遗传里面去了，很奇怪嘛。所以以前认为拉马克讲那个就是不会存在，就是哪有你脖子伸长，脖子伸长是你的事情啊，你想要干嘛脖子伸长，对不对？可是按照现在目前所刚观察到的一些现象，我们不让鸡，什么行为？这个你出生它会讲话要教啊，像鸡妈妈还要教它的小宝宝，不讲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孵蛋，孵蛋要教吗？不是，好像不是天生的。你看哦，燕子基本上没有跟他妈妈住一起哦。燕子小孩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燕子小孩只要妈妈喂到燕子会飞之后，它就飞开，它就分开了哦。燕子爸爸妈妈跟燕子小孩就分开了哦。可是隔一年，这燕子回来，它自己下蛋，它就知道孵蛋，它自己要喂小孩。有没有谁教它？有没有人教他？没有。没有人教他。天生的。对，他这个天生的行为已经转换成他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做这叫先天的基因啊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些东西，我们人类了解是很多先天的基因。天地。啥？是由他妈妈遗传出来的基因吗？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想啊 ，DNA 什么是 DNA？DNA 就是。染色体里面的东西，染色体里面它带的是基因嘛，带的是我们的遗传性状，可是它身上带了一些是先天记忆啊，它带了一些先天记忆过来。那先天记忆如果说我们在讲玄学一点的话，我们说人死了之后要经过一个要喝孟婆汤，他到你喝了孟婆汤就忘记前世的一切，你就再重新投胎就忘记以前的一切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些人把那些忘记没有完全忘记光了，他又带到他下一辈子去，那是不是会进到他 DNA 里面去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有些例子是这样。对啊，蛮有趣的，这事实上是蛮有趣的。天才的那个记得上辈子的。对啊，有些是这样的，上辈子。大部分都是被人杀掉，然后他下辈子就要报仇。对，上次也不见得报仇，但是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那个最近有一个我看一个新闻，他讲说有一个美国的小孩。他说有一天，他非常喜欢，从小就喜欢飞机。但有一天，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，他跟他爸说：“其实我是一个空军中校退役的，我死掉了，有一次空降过程中我死掉了。那我其实是转投胎变成一个小孩。”然后他爸吓一跳，他转投胎讲这种奇怪的话。那就他讲那个战役那个时间点，他去查，他爸去查，果然真的有这个事情，有这个战役。那他真的是，就是中间有个中校死掉了，他去查，他果然跟他儿子讲的一模一样，所以这其实蛮有趣的。但是，所以他都去当兵了。他现在大概十岁左右。所以，那这个说法行得通吗？天才的儿子或者天才？不一定哎，其实我老实说，我不太认为什么是天才，我都认为是努力来的。天才就是。没有天才，都是努力来的。那你就说，为什么比人家差？因为你没有努力。就不够努力。没有努力。啊？我没有努力。对，没有努力啊，就没有努力就不会比别人好，这是很正常。是努力还是努力？多两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哈，第一题，何谓遗传呢？何谓遗传？何谓遗传？要往后翻。何谓遗传 ？Hello， 何谓遗传？睡着了。何谓遗传？回答一下呗。何谓遗传？何谓遗传？对。乔安，何谓遗传？没有，已经差点放弃生活了。性状遗传。你不要再帮别人解释。好吧。你就只解释你自己的事情。好，我想要睡觉。不可以。我想要睡觉。你们可以离开。如果不想听，可以离开。好。何谓遗传？相当何谓遗传？性状遗传。
形容一种？就是一些表面看得见的特征，比方说人眼睛的颜色、皮肤的颜色，还有头发的颜色。那你从一版画起来，好吧？头发的颜色也是。OK， 这是形状的部分，就是看得到的部分。那看不到的会遗传吗？血印看到也会啊。啊什么？血印。血印视觉。哦。等一下，换他讲话了嘛？来，血印怎么遗传？就遗传啊。什么叫做旧遗传啊？那你说。可能上一代的白血球数量小，那下一代的白血球数量小。OK， 这是有可能的，啊、哦，这是有可能。视力。视力会遗传吗？可能会，可能会哦，有可能哈、哦。他有些可能是，比如像重度近视，他小孩就比较容易重度近视，这可能。体重怎么样？体重，妈妈如果胖的话，小孩会不会长大也会比较容易胖？这、啊、有可能，对、哦、就是一般来讲比较会胖，他可能他的细胞容易储存脂肪，所以他小孩的基因如果有这方面的基因，他比较容易储存脂肪，他比较容易变胖哈、哦。好。来，我们举五个例子。你身上的性状是来自于爸爸妈妈的。我们有什么性状是爸爸妈妈的？头发。头发颜色哈、哦，你会长出金发？眼睛。不会，哎。身高。什么？身高。身高。身高最经典。眼睛颜色哈、哦，还有没有？是瘦。我爸爸瘦怎么样？瘦的皮肤。瘦的皮肤。粗眼。遗传疾病也是哈、哦，遗传疾病也是一种哈、哦。像有些遗传口头禅，你小啦，这会遗传吗？我说这已经掉球环境，对，掉会掉那个，那是环境影响，对。大吵。好，第三题我们刚刚有解释过，所以麻烦回去写一下。第四题哈、哦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题目哦，这边 A A B B C C D D 哈、哦、代表是基因的配对，大 A 代表显性基因，小 A 代表隐性基因哈、哦，所以呢。假设现在的精子 DNA 是大 A 大 I 大 B 小 B 大 C 小 C 大哎小 D 小 D， 卵子的 DNA 在第六页，第六页的第四题。第六页的第四题。嘿，找到了。好，那我这边有 DNA 是精子的 DNA 跟卵子的 DNA， 那么问你的问题是说，那孩子的 DNA 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什么？来，我们再猜一看，好不好？猜猜看。小雨，妈，那你知道答案吗？来来来，小雨没有讲到可谓遗传的。小雨知道答案吗？小雨，对对对，小雨还是没有讲到可谓遗传。遗传就是来自。遗传分为非常果。遗传就是从父母亲那边带过来的东西，就是遗传。DNA， 哦。啊，带过来的东西就是遗传，一般的就是从 DNA 搞过来的。眼镜呢？都是哈，来，我们看第四题哈。第四题，如果想想看，如果大 A 大 A 大 B 小 B 大 C 小 C 小 B 小 B， 然后卵子的基因是小 A 小 A 大 B 大 B 大 B 小 C 小 C 大 D 小 D， 好，看看，如果以 A 这个 A 来看的话。儿子的基因一定是什么 ？AA， 对，不要当然是 AA 小 A 大 A 小 A， 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出现大 A 大 A？ 不太可能。不太可能还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不可能。根本父母各一半。啊，父母各一半了、啊，不可能出现大 A 大 A 哈、啊。大 A 大 A。有没有可能出现小 A 小 A？ 也不可能。也不可能。这个、只要是同样的都不可能。然后可能出现大 B 大 B 或是大 B 小 B。会出现什么？大 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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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B。大 B 小 B， 大 B 小 B， 好，那我问你哦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大 B 小 B 出现的机会有多高？大 B 啊，我知道，50%应该，一半，为什么一半？因为它有，哎、欸，不对，1/4，差不多对，分成1/4，对，1/2，啊对，不对的，半啦，对或不对？就变1/2了，好了，1/3啊，哦对啦，啊这次换把它干一下，大家1/3啊。1/3啊，1/3。到底是现在问答案很多哈、哦，1/4、1/2、1/3、1/3，到底哪一个？我觉得1/3的不可能，是我讲。解释一下为什么1/2？就因为它现在只能配 B 跟，就是大 B 跟大 B 的小 B。
OK。可是中间就有出现一个小 V 哎。你看看哦。不然你还可以怎么？妈妈不管怎么样，她只能给大 V 嘛。他们很大。对不对？可是爸爸可以给大 V 或小 V 啊，就是一半一半。不错不错。一定是妈妈不管怎么给，一定是给大 V 嘛。那是金子啊，我要先找错了。哎，小姨，啊，如果爸爸给的话，是两个都会给。什么意思？爸爸给，两个都给。你忘记第二份，一半。妈妈只管爸爸妈妈只能都给一半嘛，都给一个而已。所以妈妈不管给哪一个都是大 B 嘛。爸爸有可能给大 B， 有可能给小 B， 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大 B 是已经确定的，另外一个是大 B 或小 B 就是一半的机会。OK， 知道吗？好，接下来这个。小 C 小 C 大 C 小 C。小 C 小 C 大。小 C。哎，小心小心大心小心，对啊，大心小心啦，没错，小心小心大心小心，没错，小心小心大心。来，小心，我怎么小心又写大心？小心小心大心小心，这样子吗？对的。啊，几率呢？几率也是个几啊，就是一半一半哈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？什么？大心的大心小心小心小心。大地大地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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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来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如果 A 是这个样子 ，B 用这个可以吗？六个，这他已经没办法配了。B 用这个可以吗 ？B 已经没办法配了。所以六个，会有几种？会有八个。不止六个。会有八个，想一下为什么八个哦？哦，对，是八个，是不是八个？听懂我在说什么？到底儿子的基因会有哪几种？小孩的基因有哪几种？八种。哪八种？不知道。那你再说我的话。你要说这个答案，就要解释答案怎么来的。哪八种？哪八种？来看一下，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过来一二三四好了。好了，听一下嘛。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个，怎样？这两个换嘛。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个好棒！真的是好棒棒！你不要穿，你不要领略穷安了。你不要去重复他的话了。你是重复他的话干什么啊，同学？他是。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？承认不自己。啊。我不喜欢算数。懂意思了吗？懂意思了吗？懂了啦。当然。简单的想可以这样写啊，来看一下。人家刚弄个橡皮擦，就说家不要吵。那、啊、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？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？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这边，同学，看一下这边。我这样画的很简单啊。当他提供大 A 的时候呢，就 A 的部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是妈妈提供大 A， 爸爸提供大 A。对不对？这边两个是提供大 A， 这边呢是大 A 小 A， 懂意思吗 ？B 的话就是B 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大 B 小 B。
在这边，我们看这个哈，大 V 大 V， 大 V 大 V， 对，大 V 小 V， 知道在画什么哈？这个看得懂，看得懂哈。现在是大 V， 大 V， 然后大 V 大 V， 小 V， 对不对？嗯。啊，现在这个。西。大西小西。大西小西，这是小西小西，对不对？小西，哎，这是小西大西。小西大西，哎，这个。啊，小西小西，是这样子。最后一个，大 B。你画大 B 小 B。大小 B， 大 B 小 B。对，这也是小 B。小 B 小 B。小 B 配小 B， 小 B 配小 B， 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是不是呢？是啦，信。是不是？信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给的是，有这一个，配这一个，配这一个，配这个，几种选择，对吧？这一个，配这一个，配这一个，配这个，这个选择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对对。对，那你可以装哈，这几个配合就跟刚刚一样哈，它有八个选择。好，配配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嘿。那如果是大 A 小 A 跟大 A 小 A， 会几个选择？会几个选择？大 A 大 A 大 A 小 A。这是大 A 大 A， 这边呢？大 A 小 A。大 A 小 A， 这边呢？小 A 大 A。小 A 大 A 是大 A 小 A 了哈，这边呢？小 A 小 A。小 A 小 A， 好。那如果说我们说大写的话是显性基因，小写的话是隐性基因的话，那这边会出现他的儿子会有几个显性基因？一、二、三、四个。哪四个？三个。三个哈，这个是显性的结果，这个显性的结果，这个显性的结果，好，有三个显性的结果，只有这个是隐性的结果，哦那个、小 A 小 A 是隐性的结果，哦，你干嘛皱眉头？你干嘛皱眉头？你干嘛掉粉笔？我很开心啊。修一起当大学，修一当啥？当修一当啥？我就换头发。修一个大学。好了。修一好无聊哦。在这个，帮我们出去好了，你出去啊。血型的部分哈、出去最好、比较特别哈、我们来看一下血型第课本，课本第45页，来翻开课本第45页，翻开课本第45页，翻开课本第45页哈。真的。
什么东西？所以你不要管他。他在耍脑哎。叫他偷换上个进度啦。对，你也是一样。就是他在那边耍脑。大 I 小 I 是我们的隐性跟显性的基因哈、哦。那可是基因里面呢，它很特别，它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。叫做。A 或 I V 这个特别性哈、哦。I。它要它最后 I A 跟 I V。为什么 O 是隐性 ？O 是隐性基因，是显没有为什么、啊、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就定义 O 是隐性基因啊，啊、哦。啊、哦，这个显性基因会显示那个 A 跟 B 的特性啊、哦、，A 跟 B 的特性。所以呢，在妈妈的基因如果是 A 型的话呢，它有可能是什么？它可能是 IA， 或者是什么 ？IA 跟小 I。A B 型。B 型的血型呢？它一定是什么 ？IB。IB 啊、哦，跟 IB 在一起。好，有可能是什么？有可能是 I B 跟小 I。小 I。好，那 O 型写什么 ？I O。没有 I O， 你没在看课本。O I。好 ，O 型的写是什么 ？O 型的写型。O 型是 I 是隐性的，它是两个小 I。I。好，就是 I 两个小 I 哈。I。对，就这个。啊，就小 I 哈 ，I 是隐性。那 A B 型。A B 型是 I A I B。I A I B 哈。卡带，所以问一个问题哈。你卡带。O 型的父母亲如果都 O 型的，生下来小孩有没有可能生成 B 型的？有。O 型的可能生下来 A 型的。爸爸妈妈都是 O 型的，生下小孩会 A 型。隐性啊。O 型的一定是隐性嘛？我想上厕所。O 型的一定是隐性。那他可能，你说是显性 B 型，隐性 O 型。可是爸爸妈妈如果都是隐性的话，会生出显性的血型吗？我尿急。啊，可以确定。Yes。再讲一遍。因为你刚才没有特别说隐性还是。我刚刚有说。我要接收东西。O 型的一定是隐性啊。但是没有说。我刚才解释 O 型的时候，两个都是隐性的，就是 O 型。对，爸爸妈妈都是 O 型的话，他一定是隐性的。再讲一遍。所以如果他会隐性跟显性，假如讲 O 型，就不一定是完全 O 型。O 型的一定是隐性，一定是 O， 就跟刚刚讲啦。我们讲说大 T 代表高筋的话，小 T 代表矮筋的话，你看到矮筋的一定是两个小 T， 懂意思吗？所以一株矮筋的跟一株矮筋的交配的结果，生出来会啥？生出高筋的。突变。那除了突变，它没有突变的情况之下都是矮筋的，因为它们都是隐性基因。当我告诉你说这一株父代是矮筋，它的基因就是小，都是隐性的。母代如果是也是矮筋，它就是隐性的。所以父代跟母代都是隐性的时候呢，它生出的小 T 是隐性的。同样的 O 型的基因就是隐性的。所以当我告诉你说爸爸妈妈都是 O 型的血型的话，它血型会不会有显性的？会不会？可能只有隐性的 O 型。对啊，就是隐性的 O 型。那可能显性就是。可是他没有显性的基因呢、啊。可是他如果有吗？啊？他如果有了，你能去加 O？ 他如果是显性的基因的话，他就是 A 型或 B 型啊，他不会是隐性的、啊。那边有分的多少子了？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分隐性跟。什么意思？没有分隐性或显性？我的像我的基因是我的血型是 O 型，我的血型的基因就一定是小 I。小 I。我一定是小 I。所以我的血型基因有没有显性的？可是比如说，如果有人是 A 型跟 O 型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加 O 型？如果什么意思？型 O 型跟 A 型？如果他的你没有听懂子怡的问题吗？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晓得。OK。就是如果他有显性变，
念一下。写信吗？写信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称他为 O？ 我们不会说没有写信的 O 型，没有写信的 O 型这件事情。他的隐性是 O。啊，我想想看。我跳下一个问题吧。对对对，我们继续这样。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 O 型的血型，他的血型的基因就是隐性的，所以当时爸爸妈妈的血型都是 I 的时候呢，生出来小孩有没有可能出现大 I 小 I？ 不可能啊，所以爸爸妈妈都是 O 型的血型，生出来小孩一定是 O 型的血型。那如果爸爸是 A 型，对，爸爸如果是 A 型的，我们来看一下 A 型的就有两种了。A 型的血型，它有可能是大 IA， 大 IA。那这样的话，生出来血型是什么？爸爸如果是 A 型的血型，妈妈是 O 型的血型，生出来小孩是什么型？一定是 A 没有错，因为都是大 I A I 嘛，小 I。那如果有可能，如果他小孩里面有个是 O 型的，如果小孩里面有个是 O 型的，那爸爸的血型一定是大 I A 加小 I 哦。没有，小雨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会那那个儿子就不是他爸爸妈妈，一是妈妈型，就不会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、啊。如果爸爸是 A 型 ，A 型的血型有可能是大 I A 小 I 啊。因为大 IA 是显性基因嘛，是显性基因，所以显性基因跟小隐性基因在一起，它显性出来就是显性基因的结果，所以是 A 型的血型。所以只要爸爸是大 IA 小 I 的话，生出来小孩有可能是 O 型的，真的 ，O 型，懂意思吗？所以 A 型的爸爸跟 O 型的妈妈 ，A 型的，生出来的结果有可能是 A 型，有可能是 A 型，有可能是 O 型啊、哦，有可能是 A 型，有可能是 O 型。啊、哦，那同样结果，如果爸爸是 B 型，妈妈是 O 型，妈妈是 B 型，啊不对，妈妈是 O 型，生出来结果是什么血型？我觉得是 B 型，有可能是 O 型哈、哦，你不要觉得要看，你怎么觉得？你告诉我。哦，同学都叫我不要理你。我现在在无视你吗？你是要被我无视吗？又来了。你才又来了。你不要又来了，我跟你讲，冠城。对，我每次看到你这样就很无聊，那你在无聊什么？好，那问一下 ，A 型跟 B 型的爸爸妈妈生出来什么结果 ？A 型跟 B 型的生出来可能什么结果 ？AB。有可能生出 AB 哦。有可能生 A， 有可能生 B。有可能生 A 型。AB。有可能生 AB。不是。有可能生，有没有可能生是 O 型？有可能，没有可能。有没有可能？想清楚。突变。不是突变啊！如果这个结果呢？如果爸爸是大 A、I A 跟小 I， 妈妈是 I B 跟小 I， 有可能 I I 那就可以了。对，就可以跟你生出来。所以当这个结果，譬如大 I B 跟小 I 在一起的时候，应该生出来血型就很特别哦。这个爸爸他可以生出 I I I B， 这是什么血型？A B 型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如果生出 I B 小 I 呢 ？B 型的对不对？如果生出 I A 小 I， A 型的 A 型的血型。啊，如果小 I 就是 O 型。所以 A 型跟 B 型的结合，它可能生出四个血型哦。哦。啊，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哈、哦。OK。那有人说，就是。O 型的哈，但是如果都是 O 型的，很确定它本身是 O 型的。像我们刚刚不是讲了，这边都是小 I 的时候，你可能生出别的吗？好，像我家就是哈，爸爸妈妈都是 O 型的，所以我们全家都是 O 型的。好，这血型哈，血型很特别哈。好，来第六题，第六页的第六题看一下。你在忙什么？第六页的第六题，来看一下。生出男孩跟生出女孩，会生出什么结果？哎，同学回去。生出什么结果？生男生女的几率各是多少？一半。
各是一半，怎么说各是一半？我要朝父母那边拿一半，朝父爸爸那边拿一半，妈妈那边。啊，那请问一下啊、哦，决定性别是妈妈决定还是爸爸决定的？爸，两个都可以。两个都可以决定啊？因为反正比较精。两个都可以决定吗？只有爸爸可以。只有爸爸可以决定，因为爸爸的基因是 X Y。妈妈是 X， 所以只要是 X 生出来就是 XX 的基因是女生，啊 ，X 跟 Y 是男生。哦，所以有可能出现XY， 因为他跟妈妈配种，对啊，所以可能出现 XY 才会是男生。所以精子里面有可能是 X， 有可能是 Y， 卵子一定是 X 跟 X， 啊，一定是一个 X 或者是一个 X。因为妈妈就是 XX 啊，她整分是 XX 啊。应该一个卵子就是放一个 X， 对，在等精子，然后精子有 X 种的，有 Y 种。没有错哈，所以在精子，他们要就筛选说，我想要让想要一定要生男的，他怎么处理？你看嘛 ，S 跟 Y 比起来 ，X 会稍微胖一点点 ，Y 会稍微瘦一点点，所以谁游得快？谁游得快 ？Y 啊 ，Y 游得快。所以 Y 游得快，说他们在做那个精虫分离术，会说我把精子取出来之后，他就让他先跑，我取前面的就比较多的 Y， 他比较容易生。所以老说男生出生的几率比较高。但是进入母体之后就不一样的状况，所以几率还是二分之一啊。对，但是会有点些许差误。有人说哈，比如说你喜欢吃酸的食物，或喜欢吃碱的食物，会改变体质嘛？改变体质后，有些体质会适合 Y 的存在，有些体质会适合 X 的存在。像我那时候一个同学，因为她老公是独生子，所以她嫁过去之后，她就说她不希望有太大的生小孩的压力，所以她想要老大就生儿子，所以她努力吃，她就不吃肉，就开始全部吃菜。她听说吃菜可以生儿子，对，她就全部吃菜，然后果然第一胎就生儿子。然后那第二胎就说，那我已经生了儿子，我想生个女的。然后第二胎全部吃，就吃很多肉。肥肥啊。然后来就吃，就果然生女的，啊、哦！但是这是不是这是不是一定呢？我不知道，不一定是这样。就是你老婆很爱吃青菜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因为全家很爱吃青菜。我不知道。青菜啊，青菜啊、哦。所以决定男的或决定女的哈、哦，是由爸爸决定的、哦。但是有时候不小心啊，有时候不小心呢，在结合在精子分离的时候呢，会不小心有时候会得到一个结果是，譬如说小孩的性状基因啊，就是代表性的基因，它可能是 XY、XXY， 或者是 XYY。啊，所以这是一胎出现哪个？不是，这种就叫有点像雌雄同体，就是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，他生理的特征上，对对对，他生理特征上有阴道，有那个阴茎都有。真的屁呀！这是存在的。好恐怖！这没有恐怖啊，就是这就叫突变的一种，这是突变的一种。那现在有出现过吗？有啊有啊，很多时候哈，像。过去的状况，像我那一天，我们以前在人文的时候，请那个他们叫阴阳人，请他来演讲。对，请他来演讲，因为他同时间就具有雄性的性状跟那个雌性的性状。那他自己会比较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？对，很多时候一生出来，妈妈就帮他决定。那他现在他出来演讲的意思是说，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帮他决定。因为他那时候状况怎么？我讲那个人的故事啊，他出生的时候，他妈妈想要一个女儿，那因为他的，因为通常来讲阴阳人两边发育都没有很正常，就是有点畸形，那他认为他的阴茎比较小，就跟医生讲说，那我决定要变成女儿，就把阴茎给割掉了，所以他就是个女儿，就按照女生的方式养他，所以他从小穿裙子，可是他就很特别，他长就很中性，他长得不像女生，他长得非常中性。然后呢，他在女校里面，后来他读好像读女中，就全女校。他女校里面就觉得很特别，就是感觉上怪怪，心里面就觉得怪怪。他觉得他跟他们不能格格不入，不能融入。他其实心里面是男生。什么？他心里面是男生。
对，那心里面觉得他是男生。那他呢？他到，因为他们不是国小，等到国小六年级、国中之后就会有月经嘛，他一直都没有月经，所以同学都觉得他很怪，他一直没有月经，月经很慢。他胸部特别平，他没有胸部。那在女校里面没有胸部，然后长得有点像男生，那又都没有月经，所以同学觉得这同学很怪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怪。他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那他妈妈、爸爸都不敢把这个事实跟他讲，那他就会一直非常犹豫。所以当他长大成年之后，他出了社会之后，他对自己的性向、对自己的状况，他一直搞不清楚。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他变成同性恋，他自己在女生的同性恋里面，他扮演男生的角色，他觉得他很自在扮演男生的角色。可是有时候觉得他自己是女生，他应该找个男朋友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非常的错乱。他变成双性恋。对，他有段时间变双性恋，啊，就是人家说他是女生嘛，所以就介绍男朋友给他嘛。他自己觉得跟男生在一起不能很自在，然后他就跟女生在一起。可他变同性恋的时候，他觉得比较自在。可是他的女生同班，比如说你是女生啊，为什么你会喜欢女生？啊？我不是不能喜欢女生，那时候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对同性恋不是那么接受度那么高。所以后来到了好像三十几岁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是 X， 他应该是 XYY， 他是 XYY， 他的基因是 XYY， 所以他很特别。他比较男性化。他比较男性化，然后他才知道说，原来他妈妈、他父母亲帮他做的决定他是女生。所以他很怨恨他爸爸。他没有怨恨，因为这是过程嘛。所以他现在他们在鼓吹，他们现在这个世界有个世界阴阳的组织，如果你上网去查一下世界阴阳的组织。全世界都有这个例子，在过去，他们说，男生是生出来小孩是男的，是女的，事实上是后天可以养成的，就是反正你是靠后天，就多给他穿裙子啊，给他玩洋娃娃，他会像女生一样。那应该就是小时候就是给他玩洋娃娃，跟这些机器，然后看他就喜欢。没有啊，他事实上不会这样的。他事实上有人说，性向是天生的，就是你即使像有些男生，而且他是光谱哦，光谱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男生。也没有绝对的女生，这是不绝对的。就是说，有些男生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有些男生会比较女性化，有些女生会比较男性化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我的思考层面都很中性化。没有，那有些比较中性也有啊。像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帮那个谁，帮奥巴马的太太设计礼服的那个华人，台湾的什么什么钢的，他以前有发明哦，什么钢的。吴刚嘛，吴迪刚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，他没有穿裙子，但是他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，所以他同学跟长辈看到他觉得他很怪，就觉得这个小男生怎么？爸妈有吗？什么？爸妈有？没有，他妈妈支持他，就是因为有人支持他，所以他能够活得很健康。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否定别人的性向，他是男的是女的，他自己决定就好了。我们不要去否定他的性向啊。那像这个我这个朋友，他的英文名叫 Hiker。Hiker。Hiker 呢，他就说啊，他们在鼓吹，就全世界就假设生出来的孩子啊，你发现他有这个现象的话，千万不要帮他决定，你可以让他长大之后自己决定。就你就把这事实让他知道嘛，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本来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你可以让他长大之后自己再决定是要当男生还是要当女生。所以我是你，你要选择你。如果是我现在的感觉，我应该是男生啊，我都会决定当男生啊，对啊。但是这东西，他要沉了哎。干嘛无视他嘛？你干嘛要跟他讲话？那你都第一次盯着我。我没有怎么样啊，我没有说话啊，我没有说话。你该讲话，你再听讲我。好，下课。又下课。